得相當之清醒啊！呢個係十七號嘅蘇拿基，屬於咧就巴西嘅自由球員。呢個自由球員通常愛嚟咧就做防守為主嘅，每隊都可以喺每場波咧決定一位球員打自由人嘅身份。後場飛出嚟打，又救到喎！巴西呢一輪嘅防守幾好，最終咧仲用個冷網波可以贏到啲分添。